火山小视频提醒您观看上期回顾。让我们看他们的拿手好戏。我曹孙父我摆了一摆手，孙父我不知道东南西北在哪方啊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首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成人独立34场的比赛。接下来让我们看他们的拿手好戏。火山小视频提醒您关注比赛规则。拿手好戏，此环节为选手的正戏比拼环节，由评委打分，分数最高的一组选手直接晋级，其余选手进入到下一环节进行才艺的比拼。小高兴啊，哪有闲心观花望景啊，一到那观星台上去观星啊，主仆就把观星台来上，拨云宝剑拿手中啊，拨云宝剑拿在手啊，拨去了满天乌云露出群星啊，星星出来了啊。未月落，星月忽，闭月乌，星日马，卯日鸡，戌日朔，房日兔，丁土豪，女土富，刘土志，魏土张，鸡水豹，碧水鱼，真水源，肾水饮，康金楼，龙金狗，牛金牛，鬼金羊，赤火猪，一火蛇，醉火猴，为火虎，焦木焦，斗木蟹，鸡木干，奎木狼，28宿全在位，怎不见高郎将军我的那个白虎星？知道了啊，就知道高郎将军有灾星啊，我不搭救谁搭救，我不心疼谁心疼，迈步就把观星台来下，更衣厅上另改更啊，七星花蛾子就在头上戴呀，香衬呐，指尖花翎啊，哎哎哎呀，
虎来宁啊，宝剑绣内行啊，刘小姐打扮一比多齐整啊，叫声王侃去点兵啊。王侃闻听不怠慢，令旗令箭拿手中，我这王侃站在营门外，我这点将台上要点兵，点东方一扁青，那么一哨人马青噔噔，那么青人青马青旗号，青大将军带领兵，点南方一扁红，我这一哨人马红噔噔，我这红人红马红旗号，红盔红甲红凋零，点西方一片白，我这一哨人马白噔噔，我这白人白马白旗号，白大将军带领兵，点北方一扁黑，一哨人马黑噔噔，我这黑人黑马黑旗号，黑大将军带领兵，点中央一扁黄啊，这个一哨人马啊，黄噔噔黄人黄马黄旗号，那么黄大将军带领兵啊，这个点了五万人共马，威威烈烈三十层兵，头层兵铜白手，硬兵摆队，那么二层兵那弓箭手啊，箭射凋零，三层兵三股叉叉挑日月，四层兵四棱眼先放光明啊，五层兵五解鞭啊，鞭打圣将，六层兵六花棒棒打天庭，七层兵七鹰箭杀人不见血，八层兵八短刀刀挑红绳啊，九层兵那绊马索拿人下马，十层兵八带好寸步难行，一银箭二人锋，那么三股叉我这显四棱，我那五解鞭那么六六星，那么七鹰箭八里弓九里锁十里绳啊，十面大旗飘烈火，九里三千人埋伏兵，八方远来英雄汉，那么七星台上点大兵，那么六尺长枪赛快猛，五花袍上绣钻龙，四马扎乱鞭柳，三军靠垒两帮松，两匹棒马来回报，一杆大旗出了在空啊。人马扎在营门外，炮响三声出了营啊，走一里又一里，走一程又一程，程程路中明大雁，雁又声声百草青，青苗绿多宝瑞，日下了雾蒙蒙，蒙蒙小雨灯古路，路的开花向日红，红粉佳人把郎戏，戏耍路旁牧牛头，头人上山别把斧，斧杆干柴响叮咚，东边道友何一道，道子吹口一老翁，老翁活到一百岁，岁子活到秋如冬，东边道友一人唱，唱的是缺把少雕，不好听听的上分唱孝女。女子哭痛伤情，情泪湿透衣衫袖，袖的粉面放悲伤，声声哭的悲忧叹，叹我想念刘凤英啊。这个刘小姐呀，哎呀，一杀四门把成金，那么去见娘舅赵飞龙啊，娘舅一见心欢喜，命我西楼探高雄，这次关情唱完毕，好好来来来点掌声。哎、唱的挺热闹，你们俩哈，这家脑子出一脑袋汗，那太热了。哎呀，海哥呀，啊，都说主持人这个模仿力比较强，啊、就这么的，一般一般。嗯、你模仿一个口技吧，来一个公鸡打鸣。哎，公鸡打鸣，再来一个，这来真是来捧我的啊。谢谢大家的掌声。这个他好像会呀，咱换一个表演，这行，没问题，没事，他就会这一两个，你再考他一个，这都难不住啊，再考他一个，再考皮毛，那海哥你再来一个行不行？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来个乐器吧，乐器，哎呀，这个不是我擅长，来个长号，哎呀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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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哎呀呀，皮毛，张嘴就来呀，皮毛啊。没事，实在不行，咱就把咱们杀手锏拿出来。真是我兄弟，把咱们杀手锏拿出来。这是我兄弟啊，我跟你讲，亲兄弟啊，都赶上了啊。那这么的，海哥啊，这回这么的，我来一个，你跟我学呗。跟你学啊？对，哎，你看，就我来一个，你跟我学行不行？来，这回我来一个啊。能被你难住？注意啊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来点掌声，让海哥来一段，来点掌声，让海哥来一段，不用鼓掌了，来一个，让海哥来一个，哎，来一个，破词儿，破词儿，破，真是一段破词儿，这，哎呀，这我真不行了，我看看，不行了，我得找救兵了，那个杨百森老师，你乐器这边特别在行，你帮我说说他吧，我。
这个男演员确实不错啊，要多才多艺，挺好的。这个小男孩声音不是很亮，但是味儿很好。另外板儿很瓷实，我看他常经常领着板儿走。作为一个艺人是得这样。丑角艺术时时刻刻得把握住台上的节奏。不错，这个小女孩有点紧张，来干什么来了？咱上来就是打擂来了，打擂叫打好，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。我感觉到你们二位呢，现在的心理准备程度不够，以后在这方面多努力。好，谢谢。杨老师说的特别好，但是我就感觉他们的自信都是从我身上找着的呢。因为你学的不太像是吧？来吧，有请下一组。我早爱罗章，他长得好啊，你看他还明死的乐，一宿还俩酒窝呢，哎哎哎哎哎呀。院子当中下了酒，转眼来到天地庄，一点栗子还没跌枣呢，头发三千大葱两颗，小夫妻都有那么个说啊，哎哎哎哎哎呀。拜完了天地儿，就把那个洞房入啊，大伯嫂小姑子叽叽喳喳把话说，都说新年里的武艺好，我们罗占只枪法多呀，我们等着包上一个胖小子儿啊，哎哎哎哎哎呀。说说笑笑人散去，转过来新郎把话说，折腾了一天你饿不饿，你要不吃你就喝，赠你饿我呀，红了脸呐、你们看呐，头一天的小女婿儿，他就知道疼老婆啊，哎哎哎哎哎呀！别买春送月要过，人人爱唱戏当歌，爱唱戏当歌呀！小星妹，哎呀，唱得不错啊。问一下你学戏多长时间了？五年了。五年的时间了。嗯。哦，那在这五年学戏的时候，你感觉是不是很艰苦啊，还是怎么样？嗯，没那么太艰苦吧。没那么太艰苦。是谁教的你？师父。自学的还是有师父对吗？嗯。那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参加比赛呢？因为我的梦想就是站在这个舞台。梦想就是站在这里比赛。嗯，那你觉得今天你的梦想实现了吗？实现了。开不开心？开心。那既然这么开心，师傅今天有来吗？有来。也陪你一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咱们把师傅请上来好不好？来，掌声有请小星妹的师傅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听说你教了他五年的时间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五年的时间，觉得他学得刻苦吗？挺刻苦的。挺刻苦的。你们俩在一起有没有特别困难的时候？那干这个二人转这行业，困难是肯定有的。就拿比喻说吧，去年吧，我有病在床，一个月都没下床。他呢就自己呢就是苦练，
白天呢在屋里头，晚间房子里热就得上楼道里头去。我有病下不来床，没法给他做饭，我两天没吃饭了，他呢一天没吃饭。结果呢我回屋还问他，我说的呀，你饿不？他说啥？最感动的一句话说啥？我不饿，我喝水了。我们手里头啊就这个九毛钱了。我出屋，我说上超市给他买一袋方便面让他泡着吃，给他泡了下了之后，他问我，师傅啊你也吃点吧。我说呀我不吃了，你就喝点汤，我就喝点汤就行了。的确挺难培养他，我也不说啥了，谢谢大家。看得出来小星妹是特别懂事的一个孩子。那这样我问一下您的身份是？他是农村的，他知道我研究二人转，所以他就奔我来了。今天嘛我觉得咱们吉林狗二人转总动员，也是把我们动员来了。动员来了，对，你们立了一功。我觉得吉林是继承和发展二人转的先锋。谢谢。那其实这样啊，我觉得星妹，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给你一个机会，对师父说几句话。我有个小小礼物送给师父。我不能一辈子陪在师父身边，但是这条围巾可以时时的陪伴着他，对吗？尤其现在冬季已经到来了。对。掌声鼓励一下小星妹，谢谢。希望这条围巾每次师父戴的时候就好像你陪在师父身边一样，给他带来时时刻刻的温暖，是这个含义吗小妹？对。好，掌声再一次送给这师徒三人，来，谢谢谢谢。那两位你们可以下去休息一下了。那小星妹现在调整好你的心情状态啊，我们听一听评委老师怎么说的啊。严老师辛苦一下，刚才看到你们师徒之间的这种情谊非常感动。真的应该感谢你的老师培养你这么多年。我想呢很多二人转演员都是从最苦的时候走过来的，包括我们。应该说你有好老师，有好的学校的环境来让你去学习东北二人转。今天再次欢迎你远道而来，从铁岭来到我们吉林参加二人转总动员。谢谢老师。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子，首先形象非常好，第二声音非常好，第三我觉得他是一个在舞台站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星。为什么叫星妹？就是因为人家有星的感觉啊，有星范儿啊，对，有星的范儿，有这个气场。他在舞台上呢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，因为他毕竟是女孩子。我想就是说比如说你上场的那个时候啊，月娥我手把脚帘儿往外看呐、啊，就你那天当天娶你的要结婚的那个心里的感觉，那种含羞羞涩还没有，就唰一下就打开了啊。月娥我手把脚帘儿往外看呐、啊，就眼神应该一点点那种害羞带愧哈、啊，一宗看见了，你得看见了，一宗一样。看明白呀，哎呀，你得看见小女婿十字披红，小女婿你得看到啊啊！小女婿十字披红就在那个马上坐，看个头也不高也不矬，啊！我早看罗章他长得好啊，就心里的状态一定要有。现在呢，就是孩子在这个表演上成分上可能还缺少一些内涵。以声带情啊，形象非常的美丽，非常的漂亮。刚才童老师还说，哎呦，这女孩形象非常好，只要童老师能看上的女孩子基本上都会成星味儿。
所以说感谢我们远道而来的小星妹，再次的感谢你站在这舞台上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好，也谢谢严老师。来，前两组选手一起回到这个舞台。好了，三组选手，刚才我们听完了他们的正戏之后，接下来就要辛苦我们场上的四位评委老师，请分别为他们打分。首先请为一号选手打分。好，接下来四位评委老师，请为二号选手打分。好，接下来请为三号选手打分。好，那现在三组选手的分数都已经出现了。二号，来自黑龙江的两位选手向前一步走，回头看成绩理不理想。恭喜你们暂时领先，来，赶紧下去准备接下来的比赛。这怎么就把话筒这么自觉的就给一号了呢？女孩说两句。来二人转总动员，其实不是说非得当个擂主，只是重于参与嘛。其实就想让评委老师给我评评哪个还有缺点，好回家继续努力。如果说我这次下去了，下次我一定还会来，一定当上擂主。谢谢。你们俩回头看成绩，恭喜你们暂时安全。我特别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在第一环节把这样一个非常形单影只也好，或者是非常弱小的一个小妹妹就淘汰下去，这是我特别特别不想见到的一幕。但是可能真的是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，虽然有你的师父给你加油，这样你先回头看一眼成绩，只差两分，差距非常非常的小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？虽然我没考上，但是我还会来的。我觉得就为他这样的一种坚持和这种执着加油吧，好不好？火山小视频提醒您收看下期预告。自那日看见他，我心里就放不下呀。只愿天长地久，你我意中人尽相随。为我们场上剩下的这两组选手来进行投票。月子猫啊！